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我们整理了一些网友的提问。第一题，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？全英赛。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马来西亚的纳西罗马。如何可以提升杀球手速？拿多一点手的力量吧。平常一天训练时间大概是多久？5到6个小时。你学习羽球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难题？很多的难题，其中一个应该是控制我的情绪吧。对。通常你在健身的时候都做怎么样的训练？有很多，有 squat 啦，有 bench press 啦，主要都是我们来自我们球场上需要的力量。对。通常指甲球拍的磅数都拉多少呢？31到33。对。接下来你会特别想要继续加强哪一方面的技术？可以讲是整体上的稳定性，我觉得，对啊。最喜欢 A97 AC 的哪一点？就很有扎实感的感觉，对。你对饮食有特别的限制吗？我还好，因为我本身是属于不容易胖的一个体质，对，所以我平时什么都吃，对。最喜欢听的音乐类型是什么？情歌。在挑战羽球的道路上，支持你的羽球的梦想最大的动力是什么？来自粉丝的支持吧。通常在比赛前，你要怎么放松心情？听音乐。球拍的挑选最注重的是什么？重量。谢谢子嘉。好，那我回去训练咯。